三个他妈像拉闸一样。兄弟们，我还有十三分回白金一，兄弟们。你发什么问号？你们为什么要发问号啊？我说的哪一句话没有道理？你们不是说我大师混上去的吗？我混了，气死了你！真的是骑士门吗？这玩的随意吧，随意去做，随意去想，随意去跑。配合也不赔了，点也不包了，做也不做了，对吧？我们一直在猛爆点的。哦 ，C 楼、一号楼、三号楼都有人。楼顶。别把大厂的打了。非要跟狂比小号战，你们也没出来帮我说话呀。别人说我混，你们也混，说我混，那你们意思就是默认，你们的意思就是没有一片雪花都是无辜的，雪崩的时候，真的不敢相信了。还是吃了吗？还是吃了吗？前天一天掉300，三十吧。看来今天可以破个记录，今天掉400，真牛逼！里面就在这里面，就在这里面，铁上是吧？个毛啊！直接冲啊！就他一个人。右边，右边！我操！这个不要不要！我今晚上没子弹的晚上。把大厂子怪楼杀了吧！啊，个人建议去到，个人建议去到最高点，没啥好讲。等他出去了，哎，直接就去制高点，再见。真你妈牛逼，爱牛逼哎！怎么这个偏偏上怎么有啊？在哪儿？我红点，我看。真牛逼。真牛逼！有车吗？有车吗？有车吗？没有没有，这条马路没有。不是什么玩意儿，这是？啊，真牛逼！哎，一把步枪点的真牛逼，这他妈这个逼没有问题，我蓝战飞从此不玩这个游戏。我在这里你都看到我，妈眼睛那么尖啊！赶紧跑吧，赶紧跑吧！这个人没有问题，我从此不打这个游戏，我说的。啊！我想把那个人杀了，真的心里话。到蓝站点去吧，哎。往回拉了我，然后去了。丝毫上分的欲望了没有？空投，空投，195空投，他是等吗？开车见了吗？人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越想越气。
这人那个 M44 有问题了，最低是个鼠标红。有瞄具吗？有瞄具吗？红点、啊。对吧？第一个闪光弹。我找一下，红点。你们在这干什么？对吧？第一个闪光弹。正好站高点。走了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你们能跟我说一下你们在下面是干什么吗？在搜瞄具。我给你。等一下，这个瞄具你拿了能带我赢，我给你。这里有把 SKS 啊，二楼。来错了，来错了，来了来了。上来了，上来了，老规矩。来人呐！别露脚步，别露脚步。人呢？哦吼，这人停下面瞄人呢，在那。看到没有？等他上来，等他上来。等他上来。不就一个人上来吗？没没没，两辆摩托车了吗？对啊，两个摩托车。炮楼，炮楼二楼一个。哎，这老过敏。就走了、啊。他走是他的事情。没有走，没有。人不多，换把枪再给你一点76的子弹吧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原来现在连二级甲都有皮肤了吗？有的呀，早就出了。啊，甲有皮肤吗？哦、有啊。TGIS 的，就这个比赛出的。噔噔噔噔噔。补充啊，我们人吐槽一下，跟我一起组队吐槽一下蓝洞这个算分机制。他们一直都很擅长于折磨人的呀，无论从开车还是到这个积分。等出来说吧。
还有那个地图的改动，我天哪！那沙诺改的是什么鬼东西？哟，俩人真牛逼，过来就待着。绿点来了两辆车，好像往这边开了，没有要停的样子，他没有要停，没有要停，往这里开了。两辆车，车上都只有一个人，好像。上来嘛，兄弟，爆炸了！上来嘛，太穷了，上来！爆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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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几辆？两个车。放第一辆过去，第一辆交给你们两个，你们瞄第一辆，不要瞄后面的辆，往后面站一点。第一辆，第二辆交给我跟植物。我在这里，我在柱子后面。来，第一辆就一个人，还有一个步行过来的。别冲过去，大哥！哥，我操！你妈天才，追杀追杀追杀，跑不掉了，他跑了，我操，能跑哪，他跑不了，他哪去了，一枪的，又打了，这一枪倒吧，关键的牛逼，这一枪倒吧，关键的一枪，我打他两枪，我打他两枪，亿万枪倒吧，这是，就打死一个啊！两个两个，有个腿过来的，神经！我操，这包也太空了吧！得三人抓个你操！我傻的。我子弹钱都没打回来，说实话。不是我的问题。我是过来困。这个困的，但是和下面的烟雾在打，这烟雾应该是假，看一下，走吧。啊？假呢？什么假？烟雾在厕所的那个。房间里有好的假，这房子里有好的假。不是皮肤。在厕所那位置。烂的，我在二楼、哦、厕所烂的，我们厕所里面吗？厕所，我看一下这个，那围墙外面那个烂的家，看一下，倒了，在二楼，在二楼，哦，白色的，真不好看的，它毕竟是有皮肤嘛，哎，又被狙了一个，你打不进我，三层的围墙里。很帅就，我觉得他想让他爬。
那里面没爬出来还。两枪头后面那个，两枪，三枪，我把自己白了，这个瓜皮，漂亮，补的补的吧，这补的吧，哎呦打死了，啊对被别人 A 上面卖了，那是另外一队啊，那个三号点是另外一个，那个厕所后面，那厕所后面。刚漏了一下，在围墙里，围墙和厕所之间。那里打倒了一个，救起来。又扎人了，打死人那个防区，桥上扎过去的。谢探。左边有人冲我们，255看到了。我的妈！要，想要，给两个下去这里。不要绿点这里。给两个下去这里。不要绿点的地方有人。给两个下去这里。给两个，再下去两个。干嘛？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你俩下去吧。你俩开蹦子下去。开蹦子，别开吉普。那么多车啊，还有辆吉普车的吗？不行就算。那你开开就开了，蹦子翻车不掉血，真傻叉。你防一下近点，有没有人摸我们？啊，应该是走了，开车走了，看来这样吉普绿点。让你看一下。先说完了，你再打靶。哎呀，为什么远点老他妈抽我？我好烦这些人。饮料有吗？哦，就一瓶可乐了。要吗？我只有一瓶可乐。要不要不要。小象有人在楼跑，小象有人在楼跑，标点了，标点了，来抽。我是98K，难打。这个位置楼跑。脚底下坑，脚底下绿点绿点。那你看他有没有可能左边上来？我去看一眼。有摩托车来。开车了。开摩托车了。哎呦，两枪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把车挪到这。两个摩托车。摩托车被扫下来喽！我操，把自己摔死了！我操，摔死了，被别人啊，被扫下来了。我们这边半坡好像有人啊，我看到人扫车的那个。哎呀，我老被远点打，我真的好。我也是，远点一直在抽我，我就晃晃晃。他开车去你们的了，去你们的了。是开车去到。拐了，拐了。哦，反而老被远点抽。打了一枪。术后，术后。好，那打不到了，这打不到。你打我一枪头远点，有点打你们在这个点啊，三号点，我刚才上面的时候看的。车可能要过来啊，华林。这车已经压到了，压到了这个位置。停了，那就停了，别漏。被一个雷炸了呀。大不了他来，他要来。他停了，就停了，下车了。你把他放进来吧，他那双卡。那你我画了不打呀？我不打呀，我不打不漏啊。等他走。他
那辆吉普车还是破的，没有打的机会。三个人，那边三个吉普车那里，我看到了。我下去了。我也走，我也走，五秒钟，五秒钟。怎么下去啊？这里？不怕吗？我不怕，因为我是蹦子，嘻嘻。哎呦，本来就没有药了，又吃了两口毒。有个人拉到这个点舔包去了，骚点。我操，他猛掏在那换枪，好开心。来点小药或者绷带，有没有？没得，血都打不满。我刚才那波舔包，我一个药没舔。我是不是有药吗？你可怎么样？你去左边。嗯，看到了。他妈还找不到你，你他妈当自己钢铁侠呀？要打吗？不打。左边位置的，左边的位置就在我们的反坡，去这不就好了吗？这里留我一个。来，补个雷。就在脚下，没炸死啊，两颗雷没炸死，换位置了。你真烦，雷的伤害太低了，现在我炸三个雷他才死，你说这游戏怎么玩？我走下走，他们拉那反斜了，拉那片反斜了，骚点。左下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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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下走。把左下的打了，左下我们是高打低。对面马路的给人架一下。这里有一个。直死直死。真的这什么枪啊，妈逼枪。我怎么不。把你顺免了。我怎么就不愿意相信这事实呢？拿我这位置，拿我这位置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妈，这个枪太假了吧，我他妈。被秒了，直接后面一个秒倒。来个急救包跟饮料。没有了，没有，最后一个急救包。好漂亮。哎，他妈屌啦！急救包饮料整点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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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。没了，就一个了。他妈，老子杀人去了。能死能活活，不能活滚。看我三队吗？左边倒了一个，上点倒了一个，树后。我这都被 K 了，去你！
反正直接冲过对面吧，心里话。还有点人，还有点人。三号点，绿点在跑，绿点在跑，裸跑的。看人有。他树后面是吧？不，我不知道他往左跑的。我估计现在到这个标点的地方树模特。他被打倒了，他被打倒了。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在我标点这里，绿点这里。你左边是不是四人队了？是的。被两个，一枪没中嘛！完了。嗯。啊！我直接冲了，帮我架一下，架一下我那个去冲了头顶。文倩，啊，这个被树打中了，这 SK 死了。一个雷我死了，精确标速，精确标速有一个，对面有人的，倒了倒了，倒的是我左边的，我头顶了，在哪？不是，死了一队，就一队了。左边树打一枪，左边树打一枪的命令。过不去。漂亮。就这。我前面石头一个，应该我前面两个吧，都在我前面。石头打退了。我听了。打好，我也退了，谢谢。大炮老点爱开，植物直接冲过来，他妈的。打二，植物直接冲过来。他要救人，你直接冲过来，往下爬，你直接过来，他手救人，他不知道我位置。刘雪死了一个，树那个应该刘雪死，救我起来，他也在救人。哎，我感觉我也能救哎，我说。你爬一下，没事，炸不到。妈了个逼的！阿玲，好嘞。嗯，神雷直接送到脸上来了，这雷塞嘴巴里了都。哎呀，我应该早走一步把那个人救了。